打开第一层的杀菌室门，杀菌室有三个书架，可放置三本图书。将图书均匀展开为两半，把图书挂在书架上，关上杀菌室门，选择上市消毒按钮，便可一键启动杀菌。杀菌结束后，打开杀菌室门，取出图书。打开第二层的杀菌室门，杀菌室有两个书架，可放置两本图书。将图书均匀展开为两半，把图书固定在书架上，关上杀菌室门，消毒按钮便可一键启动杀菌。杀菌结束后，打开杀菌室门，就这样可以轻松地消灭图书中的细菌，去除书中的异味。为了方便读者使用，两层杀菌室可以同时进行杀菌，也可分开进行杀菌。另外，在杀菌过程中，如果不慎将杀菌室门打开，机器的保护装置会自动关闭该杀菌室的紫外线灯，以防